这是热腾腾的双金版台湾，上头的印跟刚拿下的金牌颜色相同，格外振奋人心。这一次巴黎奥运四强赛中，有球迷替林洋配加油时，台湾字样的应援毛巾遭强行没收。毛巾制造商先霸气隔空喊话，要免费送一条给那位球迷。五号凌晨，历经一番苦思，两个点是刚好呼应，就是法文的台湾，然后也刚好是两个点，然后我们就是衍生这个创意出来。大家为了要应援这个金牌，然后也是很期待这个结果。台湾的 I 上头多了一个点，象征这一次金牌战役中又有令球迷熟悉的界内球出现，而比赛判定用语 IN 也成为醒目的金黄色。回顾上一届冬奥纪念应援小物，台湾 I 的点落在线上是关键界内球的意象，而金牌二连霸版本除了界内球再加一之外，也纪念这一次奥运办在法国，法文的台湾字母 I 正是两点。台湾 IN 的那个圆点改成两个金色的圆形，然后就是代表两个金牌的意思。各种巧思都围绕着林洋组合卫冕金牌创造历史的兴奋感，举国同庆的当下，也希望日后球迷带着应援小物让国际看见台湾。三立新闻吴坤宇、李建莹南投报道。